写字一定要这么潦草吗？你不真白，身材也很可以，颜值也很不错。为什么今天远俊不会在我们家洗澡？啊，我刚刚打球，就让他先洗。说什么了？少骗了！我从小看你长大，你怎么骗得过我眼睛？你们在抢男人！可是人家相识都会帮我二哥洗，自己洗啦，不然。把你擦掉。我找到太多资料了，是对我不好意思。哪有？查他是为了跟他沟通好不好？怎么行？是你弟，你不可以这样吧？我们再继续这样子，我不会坐视不管的。我问杨之前，跟我说几百遍。只要咬你指甲，你觉得我姐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如果姐弟恋，你们有没有可能啊？你姐姐，我也把她当成我自己姐姐，说有可能吗？说我有这么随便吗？没有，你不随便。我也没有随便啊，不随便是不是？告诉我，这样才要随便。我玩弄感情渣男，现在你连我弟都想下手是不是？渣男，谁说的？颜月容啊。你又是怎样？你没有，说我是渣男，你不是渣男，不是渣男，不然我是什么？熊，呀，我最重要的。